跨越国界生活让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一种信赖。想做因为和大父亲的感情，当时是因为内战，全家都要离开首都，想做舍不得离开大父亲，但愿意留在陪伴他自己的父亲。我认为爱情是无国界的，对待爱情我是不习惯装，也不会像其他的女孩子那样的去发那个短信啊或者微博，这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一个成熟体贴的男人，会聪明的处理婆媳关系，能让我这个外国媳妇和将来的中国婆婆能够在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我是德布加达，我来了，你在哪儿？这个表情就是队长，是我，别开枪。我以为潘长江过来客串了呢。哎，你先立掉 ，SK 去准备。喂，你不会是偷偷在留微信号吧？晴天一声霹雳，我特别喜欢这种服务型男生，谁不喜欢？看他这德行，怎么不承认啊？爱就爱呗。声音特别好听，真的。就让我的声音伴你入睡吧。小德哭了。这画面太难得了，你。香飘飘，非诚勿扰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是香飘飘奶茶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奶茶领导者香飘飘奶茶冠名播出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你们，欢迎各位来到现场，欢迎黄汉老师、财神老师。今天我从我们收到的一封邮件说起啊，栏目组前不久收到一封邮件，两年前我们台上有过一个站24号位置的女嘉宾，叫许亚平，我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得起来，皮划艇世界冠军。她来的时间不长，她刚开始来的时候穿着是国家队的这个运动服，然后来了几期之后呢，她话也不多，也不太善于表达，和男嘉宾互动又少，然后呢他也挺着急，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期限，好像是黄老师对吧，最后有点失望了，对，他说多少期之内再没有合适的、相互觉得合适的他就离开，结果果真到了那个期限之后也确实没有找到合适的，他就默默地离开了这个节目。但是呢节目他离开之后，哎，有一个男孩看了节目之后喜欢他，通过邮件跟他取得了联系，两个人呢很快的相爱了。他邮件当中说，感谢非诚勿扰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和他的老公架起了缘分之桥。去年的8月份，他说啊，他们俩去了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并且在那里那个有了爱情的结晶。今年四月份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今天这期节目播出的前几天，10月20号，他们在杭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我们来看一下婚纱照。幸福甜蜜的合家欢的照片，我也特别有感触。你说这运动员呢身体就是好，在珠峰大本营，像我们这种就剩下喘气儿，人家还能有爱情结晶。我们祝福他们吧，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
新上场的六号。嗯，大家好，我是杨燕，天津人，目前在北京工作，是一家食品企业的产品经理。可能上天让我等的有点久了，所以到现在没有谈过恋爱。嗯，这次勇敢地站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也希望敞开心扉，去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缘分。谢谢，欢迎你。九号，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佛山顺德人，我叫郭思敏。生活中的我有个外号叫做“中国奇葩音”。首先是我们的广东粤剧《帝女花》。南美声。阿妹阿妹，你能用美声唱一下《帝女花》吗？落花满天白月光。因为我是做设计的，然后呢，我为三位老师亲自自己做了你们三个的礼物。谢谢你啊。哇，好大气啊，有点像电影海报的那个意思啊。我看看你们俩的。你还是做设计的审美有问题啊，刚才说你好帅啊，我说你自己一会儿怎么做设计呢？财神老师太客气了。欢迎你们，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第一轮亮相获得不少于22人量，能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都将获得爱心海之旅。各位女生做好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一号男嘉宾。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只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朋友们掌声支持我一下好吗？谢谢。大家好，我叫马桂明，来自北京，今年34岁，谢谢大家。马桂明，欢迎你。飞姐好。这位是世纪家园交友网站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这个表情就是队长，是我，别开枪。我拿高点，我拿高点。挺会选的啊。24位女生对马桂明印象如何，请考虑。别往后退，往前走。请选择。谢谢各位女嘉宾关心。大哥你太有喜感了，你一下来我以为潘长江过来客串了呢。就实在长得太像了。其实我有一个大家都叫我小长江。小长江。对啊，不是，我觉得那个喜感挺好的，我主要是因为那个岁数的问题，我比较喜欢找83年84年85年86年的，然后这34有点大，然后就所以灭了灯。没事，还是感谢你。吴艳华。男嘉宾你好，你刚刚那个表情我好崩溃哦。就是你选个心动女生就选个心动女生嘛，你要跟那个做贼似的。然后那个刚那个歌虽然唱的不咋地，但那个歌我喜欢。谢谢啊。好，我们看他第一条片子。大家好，我叫马桂明，目前在一家家政公司做一名家政员。我的特长就是擦玻璃，我擦出的玻璃是苍蝇落去打滑，蚊子落上劈叉，给你视觉带来猛烈的冲击。你们别以为我就是擦玻璃，有的时候我还会跟他们聊天，他们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但经过我一番聊天，他们心情老好了。我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我最喜欢的就是东北大秧歌了，平时有事没事扭两下，还有什么跳舞啊、口技啊，咱随便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就是怀揣着一颗明星梦想来的，
这来了之后吧，我就去了这个影视城做了群众演员。那个时候我呀老惨了，一天就给40块钱，还不管饭。后来我也没钱呢，就只能吃方便面，吃的我是泪流满面的。后来我觉着吧，老这么飘着吧也不是回事儿，想来想去啊，我就选择家政这个行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边特别不平衡，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作为一个男人，只有踏踏实实才能成功。但到现在啊，大大小小的奖状我已经拿了不少了，我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家政明星了。我的梦想就是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马氏家政。踏实的奋斗男。你那个得的都是什么奖状？我的得的奖状是北京市朝阳区优秀家政人员光荣称号，还有一个拿了一个最大的奖，那就是北京市朝阳区百家孝心光荣称号。孝心，孝心的孝，孝行天下。孝行天下。我觉得你这个就比财神强。他这一辈子得的最牛的奖状是小学3年级航模团体比赛第3名。我还以为是三好学生呢。他当不了。24号。我支持你，你在我上了这几期节目当中看我是最认真的，因为很多男嘉宾是这样的，扫过来以后到这儿眼神就不过来了，我一直特别的郁闷。第二个呢，我支持你尽快开个家政公司，越早越好，挺你，你很棒。然后还有一个要求，你能演一段口技吗？可以，满足，哎呀，必须满足，谢谢，必须满足。边扭秧歌边表演口技，哎，编这太难了。好好好，哎，那个盼盼好像你也会扭秧歌啊？会。要不然你们俩一块来。太不投入了，这个。我有点看的人，他们俩这个。我有点怀疑盼盼你到底是不是东北来的呀。小德你要问什么？男嘉宾你好，刚才他们两个比口语，盼盼会比他好。盼盼你不是哈尔滨人，我觉得男嘉宾更适合当东北人，然后他那种范儿比女孩子还要跳那种，挺棒的。虽然我没你的，但是还是气死你。盼盼你太给我丢人了。你一般二转这种都是我爷爷奶奶愿意看，我有点少看起来。但是秧歌我小时候特别愿意扭，我小时候扭的比现在好，因为小时候比较瘦一点，现在有点估计木的时候移动时候有点费劲，所以动作放小了，幅度小了很多。11号，你的性格一直都这种男屌丝的性格吗？不是，不全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有不屌丝的时候。你能描述一下，你能描述一下你所谓的屌丝性格是什么性格吗？像宁财神老师就是屌丝之王，但是我特别喜欢你。那你能描述一下这是什么性格吗？就没事整天宅在家里，然后没事喜欢。人家每天人家出去干活呀，工作。他绝对不会宅，而且没事晚上还可以出去扭个秧歌。我真的不会在家里，我是一个。我觉得他的兴趣爱好就挺屌丝的，就是扭秧歌呀，虽然扭得很好。谁说扭秧歌就屌丝了？这是谁说的？你要这那是不是每次在说我闲下来的时候，我都开着我的游艇在地中海转一转？对呀。约一些朋友，世界500强的企业家打打高尔夫。不屌丝。就那就不是屌丝是吧？聂雀。我也不太同意什么屌丝性格，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对吧？那你要这样说，我觉得我也挺屌丝。我是个人观点，你可以不同意啊。对，我就说嘛，我说我也觉得我有时候我也挺屌丝的。掐，快掐，接着掐。你怎么那么开心啊？谢谢，很难得。好，来看他的情感经历。我这个人吧，平时挺爱开玩笑的，但是在感情方面呢，一直是被玩笑开着的。之前我谈了几个女朋友，都是做保姆的，但并不代表我就喜欢保姆。因为我的社交圈啊都集中在吉祥三宝当中，就像一个小蛤蟆看着的天儿也就那么大，你以为我不想吃天鹅呀？我第一个女朋友啊本来刚开始处得挺好，结果突然有一天她说她放不下前男友，回到前男友身边去了。这里外里啊我做了2个月的备胎，你说我窝囊不窝囊？我第二个女朋友是做宾馆前台的，处着处着就找不着人了，后来还是她朋友告诉我的，她就是在北京实习，根本不可能跟我在一块儿。我每次处对象
总是莫名其妙的就分手了，整得我挺闹心。我是社会没地位，家庭没温暖，爱情没着落，银行没存款，我生得伟大，我活着憋屈啊！像我这样的牵手悬。我觉得这个这一段吧，对自己评价过低啊。我觉得这样想吧，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哎呀，谁都有春天，谁都有爱情，那个也难以服人。但是呢，其实我们用来吸引别人的东西，我以为大抵可以分为这样几种：金钱、地位、物质，还有服务、信息和情感。你在前面三个上面可能真的不具备特别的优势，但是几个好消息是这样的：第一，你不仅要有这个东西，而且你要愿意付出才行。有些人对吧，他有1000块钱，他只肯出100，但是你有200，你愿意付出100，我觉得人家会看到这一点。第二个好消息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想能够跟那个资源比我们多的人去交往，但是特别是在婚姻当中，最后看下来大抵能够缔结婚姻的是资源差不多的，所以呢总有适合我们的，最后给我们的那一个。第三个更好的消息是，其实爱情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谁的洞房花烛夜都是他人生当中最狂喜的时候，谁劈腿了，他被劈腿他都会觉得很难过，无论他是坐在出租屋里还是坐在别墅里，哪怕他在白宫里他老公偷人他一样很抓狂。所以我觉得不许你这么说人家美国总统。所以我就说你找到一个爱人，你一样会有很好的爱情。谢谢黄华老师。你看你来打黄老师那儿听了多少好消息，这么长篇大论啊。对，我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但是就没了。稍微待会儿我跟你聊怎么赚钱吧。好的，我等着你啊。要不你先跟我聊聊怎么赚钱。七号，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比较喜欢这样子自嘲啊，就觉得自己没人喜欢呢，牵手也很悬呢？我在生活中确实是这样，不是自嘲，因为我有幽默的喜感，我天生就是能说能唱能蹦能闹，特别有喜感，所以说老是勇于去表现，而不是说我是一个多么优秀，我只想把我的快乐带给我身边的人。我觉得也不用同情他了，因为他现在没有，他以后会有的。因为首先第一，他具有跟人最基本的沟通能力；第二呢，他基本上就整个他是天性是解放的，是打开的，是愿意去往上走的，就只是说还没有找到更快的更合理的方式。我觉得那个很快就能找到。有一个好性格确实是一笔财富。是我们也来过一些人，就是服务业的啊，各种高端大气，自己感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但你看他那性格吧，一天到晚忧郁的，不知道什么事儿，就那样。我就不知道跟这种人他在一起生活或者交朋友会很难受。像这哥们就是属于一天到晚感觉没愁事一样的，特别高兴啊。我倒建议你以后再别跟人说天鹅这词儿了，你一个人说女儿天鹅，就自己把自己弄成那什么了。对，看下一条。小马哥是一个特别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人。小马哥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一个人。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爱面子，平时朋友小聚的时候都已经提前说好 AA 制的，然而他呢总是背着我们悄悄的把单买了。他特别讨老人喜欢，他去老人家干活，老人对他就像对待自己亲儿子一样。但是他的感情经历却不是那么特别的顺，对待女孩子他真的是一脑门子的汗，除了一颗真心什么都没有。如果女嘉宾们你们想找一个特别幽默特别好玩的男朋友呢，那就选小马哥，绝对没错的。最后刘登的24号有问题吗？再次强烈建议你尽快开公司，因为注册公司现在起点很低，门槛很低，很容易，你必须马上做，哪怕40平方的一个房间你就可以开家政公司了，加油吧，谢谢。谢谢。财神最后我是这样，反正我觉得你以后肯定能够做得不错。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去买一些那个广告学的书，因为它是基本上它会培养你的那个受众心理学，你会更了解你的客户心理需求，然后想清楚你的服务跟其他人的服务的差异性，就是你跟其他人服务有什么不一样。 OK， 就这两条够了，谢谢大家。这个节目播出完了之后，你看看你的邮箱里边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的。我能有一个小展示能送给这个心动女生，我能？可以啊。我今天选的心动女生是14号吴艳华，我有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你，走了我不遗憾，好，行吗？好吗？谢谢啊，谢谢。到这来了，我把真诚放到这块了，可能在场现场的女嘉宾感觉我还是跟他们不搭，感觉没有到那儿吧，但是我没有关系，我不敢保证能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但是我相信我能把你变成他们幸福女人当中的一份子，如果你们感觉我很合适，请跟我联系吧。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叫潘磊，来自新疆乌鲁木齐，今年28岁。各位老师，潘磊，欢迎你。这是谁在乐呀？好像在跟观众乐。24位女生对潘磊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谢谢。男嘉宾你好，我也是乌鲁木齐的。你好。你是乌鲁木齐哪儿？我是刚到乌鲁木齐工作，我以前在伊犁，然后到乌鲁木齐2个月。乌鲁那个伊犁的薰衣草见过吗？我是从薰衣草的故乡过来的。很美，我都没有去过。然后我们俩可以互相关注一下，谢谢。好的好的。这姑娘特别好玩，主要来个新疆男嘉宾。男嘉宾，我也是新疆的。上次来了个新疆的，我是男嘉宾，我是在中石油工作。男嘉宾，我也是中石油的。你在中石油哪个部门？在新疆待了这么多年，都没去过伊犁啊？没有，特别遗憾。本来今年想去，然后临时有事儿。你就在乌鲁木齐周边30公里左右活动。需要扩大点范围，我觉得。对，新疆太大了，关键是19号。男嘉宾你好，男嘉宾你好，喂，你好，喂，听到了。男嘉宾你好，听到了。你好。下来的时候冲我这边笑，我好开心啊！但后来我发现你冲我笑的不是我，他在旁边不断的跟你打招呼。谁啊？哎呀，我好羡慕这种20号。那你俩认识啊？好像也不是吧？是这边这女观众说，哎，他在跟我打招呼。这个我讲。你是？哎，对了，我想起来了，20号也是来自新疆的，你认识是吧？而且我就是出生在伊犁，然后上幼儿园的时候才到乌鲁木齐的。那你俩见过吗？所以我们俩就是半老乡。幼儿园同学。不是，我不认识他。男嘉宾给我的印象也挺好的，因为你这种青春活力的样子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就不禁让我想起广告词，特别适合你，就是明天要比今天更闪亮，青春正能量。这是什么广告啊？好吧，来看第一条片子。Hello， 大家好，我叫潘磊，出生在美丽的新疆伊犁，目前在乌鲁木齐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部任业务副主管。刚来这座城市2个月不到，因此对这座城市充满了陌生感。现在正在学习如何处理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大学毕业以后选择去留学，翻着欧洲地图用了5分钟，毅然决然地选择一块面积最大的国家，就是它了，法国。法国的生活给予我最大的改变是对物质的看法。我现在认为物质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同时给了我在一群穿着西装革履人面前穿着破洞牛仔裤的勇气。我的穿着被朋友们损了很多年，大家都以为我去过法国会时尚一点，回来以后发现潘磊还是那个潘磊，永远是潘磊 style， 和时尚毫无关联的 style， 但是我个人认为也不难看。
朋友们都说我智商除以二等于我的情商，智商高那么一点点，情商低那么一点点，换句话就说缺少那么一点叮叮叮那种坏劲儿。很想问在场女嘉宾和两位老师，这股坏劲儿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吗？那个雪地的景是在哪儿啊？那天是这样的，本来我有一身单衣服，然后现在夏天嘛，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乌鲁木齐天气会那样，然后等到我们开车到了那个隔壁的县上一个景区，突然就开始下雪，我当时第一反应还说、大夏天哪来杨树絮子，我们的外拍导演快冻死在那儿吧。对，实话真的太冷了。你刚他刚才说到那个关于什么是坏劲儿，坏，要不然这个你问问才是吧，他很在行这个。对，这个我看起来那么正派，怎么会坏啊？我真的是不太了解这个，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杨小妮，你先说一下你理解的或者他们说你的那个坏，没有的那个坏是什么？可能就打引号吧，那种，然后就是比较淘一点，就说比较擅长和女孩去交流一些事儿呀，这样。我觉得那个坏劲儿应该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他在那个两性关系上无伤大雅，但是要有点离经叛道，要能够给生活带来意外。对对对，有点突破，对啊，有点挑战，有点能够没有禁忌，但是呢，就是他不是，他只是坏，他不是恶，对对，所以无伤大雅的，有点小情趣，就是离经叛道都稍微重了点，嗯，啊，我觉得两个人其实私人关系当中得有点那个东西，比如，要不然就太单调了嘛。所以大家发现没有，黄老师骨子里头还是重口味的，对吧？我听别人说，只要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回来，大抵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啊，比如说会做一手好菜呀，或者说一下回来之后就和父母的关系就和比以前要融洽很多，就这一类的，在你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刚刚孟非老师说到两点，在我身上发生非常明显。出国之前的时候真的比较小孩子，衣服丢在那儿就不管了，虽然去了法国，但是学了一手好的中国菜回来，到法国学中国菜去。我突然发现，其实生活是有时候这种被动改变，所以我现在发现，我现在主动去改变有些事儿，来这儿也是主动改变自己。那边有两个女嘉宾都在国外念书，我想问一下小德和叶莲娜，你们在中国有没有学会做什么中国菜？会啊，我会说也做那个鸡蛋炒饭，还有鱼香肉丝，还有很多。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一般都是保姆做的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到中国恰的相反，我会做自己的饭，因为在寝室里我们有自己那个共同厨房可以做饭，偶尔也跟同学一起做给他们吃，然后圣诞节的时候如果我不去北京跟我叔叔过的话，我会在哈尔滨去请一个伴侣，然后我亲自下厨，我做的还行吧。然后男嘉宾，我对你的印象挺不错的，不过前几期有一个男嘉宾从那个新疆来的，结果跑到那边把我甩了，也没告诉一个合理的理由，我真的现在有点犹豫了，因为你就符合你年龄标准28，他又瘦瘦的像林珊珊老师，我就看上你了。黄老师，你觉得他跟我配吗？他害怕在新疆男人身上第二次摔跟头。不是，你要是拒绝他，这是个国际友人，以后就恨上新疆了。就是上一次有一个他难得留一次灯，新疆一个小伙子，一个报社记者，对，然后他上去了，最后没选他，当然也不是没选他，那三个他谁都没选，对啊，走了，把他气着了他。对啊，而且由于他没有选你，我都没跟他握手，你知道吗？对，我是觉得他好像有点架不住你吧。他有点可能跟你在一块儿，对，真是个小可怜了。我瞎猜的啊，你是不是对新疆这个地方有特别的好感？还是没有，第一个来的那个来节目的新疆男生，我对他好感，结果做那件事，然后第二个男嘉宾他呢他对他印象挺好的，因为他是在国外待着嘛，我觉得跟我不会有特别大的障碍啊，如果说沟通啊文化方面的，他会跟他说两句法文，要不然你再可以啊，要不然你再试试，在一个新疆男人上再试一次。Bonjour. Bonjour, ça va? Ça va bien. Oui,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vous connaître. Merci, moi aussi. Et je suis envie de toi. Est-ce que tu peux m'aimer? Oui. 你们在说什么节目？不会是偷偷在留微信号吧？我先发一下，他说很高兴能认识我，然后说我也是，然后我跟他说你会喜欢我吗？他说会的。你确定没有编吗？这完全这个。
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你不要欺负我们不懂法语啊！电视机跟前看的人多的是啊。那个他说的是对吗？翻译的基本正确，但是最后有一对就知道了。对，小德你太阴险了。对啊，嗯。好了好了，就他们俩的事儿吧，打情骂俏的，我们也就装糊涂吧。我以为他说他想生八个孩子，他问你行不行？来，我们看下一条片子。我一共经历了两段恋情，第一段恋情发生在大学期间，那时候只考虑到怎么开心，并没有考虑到太远的将来，所以为了他放弃了去澳洲留学的机会。但在这个决定做出两个礼拜之后，我发现他有了其他的男朋友。我选择了去法国，一个不说英语的国家。第二段恋情一直处于异地恋，前前后有四年，从认识他、接触他、追他到分开，从来没有在一个城市过。他的性格是活泼、开朗、可爱，而我有时候显得呆呆的、冷静，不会制造浪漫。他对我的感觉是感动，我对他的感觉是爱情，可能这是我们分开的其中一个理由。我心目中的理想女生呢，开朗、大方，能够一起牵手旅行，当然我第一站已经定好，我想去非洲，能够欣赏我的穿衣风格，或者陪着我看中央五和中央二，最好不过了。哎，谢谢。不承认啊！哎呀，刚才在聊这个第一站去非洲的事儿，你们要不要再聊会儿？对呀，妈呀，你看他这德行，怎么不承认啊？爱就爱呗。对呀。你得认账啊，你不能赖啊，这个对吧？对呀，刚才还说去非洲，去非洲干嘛？难道你拉着他们去非洲吗？他的意思是要去非洲就得找他是吧？对呀，最起码找我刚好啊。我觉得非常好。你第一站要不然就去那个比绍，比绍他家。我不知道比绍在哪。哎，行了呀，我说句心里话，真不知道比绍在哪。没事，你慢慢跟他说，跟他说嘛，跟他补补课，告诉他在哪里。哎，小德现在好容易受伤害啊，人家就授课就光不知道比绍已经。您最好千万不要上我，因为我记仇的很。几内亚比绍是在非洲西非的最近的国家是塞内加尔，然后我们以前是属于葡萄牙殖民地，然后说葡萄牙语，但是一般在国内从小学到高中我们学双方语言，就是葡语和法语，所以我们两个沟通还来沟通得来的。 OK 的，好的。刚才说在西非最近的国家是塞内加尔，我以为他有塞内加尔在哪儿。我跟小哥一样，我受过新疆男孩的伤害，然后很伤心。那次是你们是一组上去的是吧？我跟小德，然后一共三个女孩都没选嘛，就那次。对，然后那个我看那 VCR， 觉得男嘉宾是一个特别正，然后特别乖的男孩。然后一般这种特别乖的男孩呢，特别容易被那种特别坏的女孩吃定。然后恰巧我呢，就是那种特别坏的女孩。如果你喜欢那种有点坏坏的女孩的话，希望你能留意我，谢谢。嗯，好的。姐，你怎么跟我强了？今天又。是，我也不知道。对啊，跟强了两次了，太不像话了。他一上来，然后我挺喜欢他，我说他新疆的，我也觉得挺。我觉得嘉宾你自己做决定吧，反正你现在就说。你们等一会儿，你们现在说的跟真的一样的，到时候留了等我们再说下面的话，好不好？别三条片地方，你们灯都灭了，跟真的一样。我觉得这个无辜的小伙子，他有点可怜，为什么呢？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来了一个新疆小伙子，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上来莫名其妙的有三个女孩给他留灯，两个女孩留灯，最后请出来一个都没选。现在呢，这个很大的压力到你头上了。本来嘛，我们来的无论是男嘉宾女嘉宾只代表个人，谁都代表不了一个省，谁也代表不了一个城市，你们只是你们自己。但是大家经常会有一种说，比如我来自某个地方，好像就带有跟那个城市有某种荣誉感和责任感一样。现在我告诉你，一点不是我吓唬你，你如果今天表现再不好的话，你回不了新疆。你回新疆会有大批记者在机场等着你，你给我说清楚你在非诚勿扰都干了些什么。我还对不起国际友人。开玩笑的，逗你玩的啊，只能代表自己啊。下条片子。潘磊呢，就是我这个永远不会谈恋爱的小伙伴啊。听说他说他自己是高智商，这种话怎么能从他自己嘴里面说出来呢？好吧，我承认他的确是有点高智商。
比较喜欢讲故事，而且往往呢故事的开头都是我小时候耳朵都快听出来茧了。还有呢就是他身体好，潘磊会踢足球会打篮球，而且非常精通，以前是我们学校校队的队员哦。潘磊这个人吧，对友情十分的忠诚，对感情十分的专一，透过他纯净的眼神你就知道潘磊值得拥有。拥有潘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生活了。谢谢谢谢，马爷爷，三号，黄老师，我就拜托你了，你再好好干，真的，等我不行了吗？就是他现在，黄老师，你的回答决定了小德会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我觉得要是跟那个徐静蕾比起来，你还乖点儿。好，说明我更能吃定他。来来来，我们来来来，好好好，你们等一会儿，你们等一会儿啊，把灯都留着啊，别动啊，到时候我跟你们没完啊。最后一个问题给新疆的女孩。你没有介绍，就是你们家有几个成员？像我们家就是三个女孩，像你爸妈就是建议你们家，就是女方家庭比较多吗？我父母对我这事儿从来不干预，只要我喜欢，就行。哦。我觉得你说的那些条件我都挺符合的。好，那而且我也是新疆的，你知道吗？你在我们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了，知道新疆了。好，来自伊犁的幼儿园在伊犁。我突然感觉一下代表新疆的理事。是啊，我说你责任很重大。那两个新疆女孩都留着灯，那边刚才还吵起来了。好了，都安静一下子啊！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决赛，上去灭掉四盏灯回来。哎呀，这次这边有两个新疆姑娘，那边刚才吵架的也是为新疆男生留过灯的，三号和五号，他会怎么选？不要为难自己，可以的。太不要脸了！哦，马爷爷，我今天发现我跟新疆的男人没缘分了。哎，小德下来让财神给你做心理辅导。啊，是是是，没事没事。哎呦，哎呦，哎呦，一定要幸福啊！我爸，哎，两个新疆的女孩，她会留谁？还是两个新疆的女孩都不留？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啊。在这个环节，她是够纠结的啊。有请七号、十五号。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21号，我。现在大家一定很好奇，哎，这小伙子台上留灯的女生那么多，挺抢手，挺受欢迎的。他选的心动女生是关二爷，很奇怪。我怎么了？没什么怎么，我得说一句，我得说一句比较扫兴的话。他选心动女生的时候是摁的随缘键。啊，这我们就说一下。这，来看大屏幕，十项资料你选一下。选第九项，我的生活。好看三条片子。作为一个来自新疆的女孩，怎么能不会跳新疆舞呢？新疆舞很有动感，也很有民族风情。大家和我一起穿上漂亮的花衣裳，跳起来吧！我会亲自下厨做一些我们新疆特色美食。现在我做的是羊肉焖饼。做这道菜需要选择新疆八里坤上好的小羊排，红烧之后，盖上锅盖，焖上半小时就可以出锅了。
人生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压马路，从前下班经常从世贸天街走回雍和宫，最多走过30公里都不嫌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玩 cosplay， 上大学的时候参加比赛还拿过两个奖。今天这身衣服呢，就是当年拿奖的衣服，现在胳膊腿老了，不过还是能比划两下的。我6岁开始学琴，现在是高师钢琴教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我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和音乐会，利用课余时间我会兼职当钢琴老师，因为我非常享受和学生在一起的感觉，和他们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快乐。我的兴趣爱好除了弹钢琴，还喜欢硬笔书法和瑜伽，虽然说不是那么专业，但是也是我生活中的小情趣。都觉得弹钢琴的女孩子手比较娇贵，不能下厨，但我不是，我最拿手的就是川菜哦。最后一个问题，生活中遇到矛盾，你们是以什么方式来就解决它吗？碰到矛盾什么用什么方式解决是吧？对，好，问小薇。我觉得两个人可以沟通，这样子会比较好，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先来找我。好的，关心。以前的我性格比较暴躁，就是有火当场发，然后跟你发完火吵完架之后第二天也就忘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较成熟，基本上是说话之前想1分钟，平静下来再跟你说，或者是如果咱们俩实在沟通不了就别沟通了，就再也别见识这种。我比较钻牛角尖。好的，谢谢。李巧，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因为我平时生活中也是比较稳的人，应该对待会发生矛盾的事情，我应该去理性的对待，是这样。好的，谢谢。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坚持选择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一个人回去，另外两个女生当中，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想清楚告诉我们决定。我可以直接过去签吗？我听说李巧的母亲在现场是吗？是。我们看一下在哪。阿姨，问一下你对闺女的这个选择满意吗？满意。哎，谢谢谢谢。这姑爷还不错啊。这个闺女选之前有没有跟你有过什么眼神的交流啊？然后那个稍微商量一下什么的，用什么特殊的方法？我刚才在台上一直在找我妈，没找到。你就把生米煮成糊饭了啊？有个小建议啊，跟这哥们儿说啊，就是你别听他说什么那个争执了，什么谁对谁错，你就全都他对就行了。然后还有一点呢，可能对女孩说啊，她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沟通或者去看起来那种特别能宠你的人，所以你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去培养她啊。对，那个好的，好，好，谢谢。好，恭喜你们。看着还是挺登对的哈，郎才女貌。对，两人特别般配，来自一个地方。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爱情海之旅。恭喜你们！他做饭的时候特别温馨，特别就想一块做饭的感觉。小德的话，真的说声对不起，非洲是我比较想去的地方。可能造成一些误解或怎么样，你一定能找到你幸福的。宁财神老师最后叮嘱我说，女孩可能比较内敛一点，这个我以后我也相对内敛，所以我主动去改变一些东西，希望能够走得长长远远。他一刚上场我就挺有眼缘的，我希望我们彼此是一生。这个黄老师也看到老家的人啊，特别开心，因为黄老师新疆人嘛，所以我看他们牵手，这个新疆的这两个人走了之后，我得和我的同事们说，爱情地图这件事情必须要坚持下去啊，这是我们最初的说法，尤其是对我们还有几个没有男女嘉宾上过我们节目的那几个省份可能特别重要，再一次祝福他们。嘉宾都挺好看的，挺好看的，水土好。要不然下个月把你们俩发到银川青海去看一看，你带着我去吧。我要去兰州。李
就想吃拉面。太了解了。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二十四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81383加女嘉宾编号发送到10666666620，或者登录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给他们留言。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可以通过百合网、真爱网、世纪家园网站，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有请下一位男嘉宾。美女大家好，欢迎观众，我名字叫维多，我来自波兰，但是从小跟北京长大的，今年25岁。维克多欢迎你。对，谢谢。我来自波兰，打小跟北京长大的。没错。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我们上一场节目来了一个捷克的小伙子，现在来了一个波兰。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战线往中越拉越长，往中欧方向方那个拉近了。二十四位女生对维克多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张美妍。我听着你那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我真是倍感亲切呀！你说两句我听听。我是从小就跟北京长大的，所以3岁就在北京。真棒，而且说的倍儿棒，真的，男嘉宾。谢谢。我倍儿有范儿，我要形容你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就 out 了。你现在看来我看来你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儒雅气派大风范呀。谢谢。喜欢你的劲儿。看第一条片子。比黑人白一点，比白人黑一点。壳子是外国的壳子，系统是中国国产的系统。我叫维克多，来自波兰，但我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爷们儿。我妈是波兰人，我爸是老美。我在波兰出生的，然后我3岁的时候我就来到了北京。后来父母离婚之后，我就一直跟我妈妈一起生活。我现在做的是金融行业，我在投资担保公司做国际部的主任。我打小一直上的都是国际学校，但是朋友都是北京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北京话说的这么地道。天津外煎饼果子，好胖、啊。一般没事会偶尔去大排档坐吃火串喝啤酒，串串串，这俩串。但这一点也会给我带来好多麻烦。老外、啊，哎呦，不是，其实北京人，够黑的，整容整出来的。长得没少花钱吧？效果不错吧？玩微信认识新朋友语音的时候，你是不是用的别人的头像呀？头像就是我。叫什么老外呀？他不信那是我可还行。我从我小时候就一直喜欢音乐，爱上了 hiphop。曾经在视频网站客串了主持人。说唱说唱唱，现在给你说唱，他们在录着，但我一直在唱。我平时喜欢收藏帽子和球鞋，帽子有400多顶，鞋有100多双。我是波兰跟美国的混血，但是我有一颗中国的心。我是北京人，我是维克多。导演跟我们说他会唱他自己写的，是你自己写的唱北京的歌吗？对，我是从我13岁的时候我就一直特别喜欢音乐，然后我觉得这音乐我也可以自己做，所以我就开始唱中文说唱。那就现场来一个。那没问题，太没问题。来，掌声，真的来。这首歌其实我是在北京从小长大，所以就作为北京的。吃喝潇洒在北京玩，跟哥们喝酒吃着羊肉串，踩着飞机跟哥们蹦着迪，这是我的城市 BJC 啊。对，在北京看到老外都说 Welcome to 北京，喝着王老吉帮着上火，穿着片鞋走柳，兄弟借个火，嘴里叼着烟，抽着中南海，骑着28自行车奔着后海，路过地安门涮了火锅，听到几个洋人蹬着三轮车，到了后海就开始遛弯，进了一个酒吧开始拿样，我拿着菜单点了点酒，服务员听我北京腔喊着哎呦哎呦。哎，有意思啊。
哎，刚才里边那个看到是你母亲的一个照片啊？对，那是我母亲，长得好漂亮。对，我妈比较年轻。现在是在北京还是在？我妈在北京，我是从小跟我妈长大的，一直在北京。小德，嗨，你好。What's up? I'm fine. 但是我跟你用中国话，因为你的中文没有我的好。然后我刚才在你的 VCR 我听到了你说你比白人黑，你比黑人白。哪儿跟哪儿了？你哪儿比我白呀？姐们，我没你白，我只不过我是我妈是白，哎、拿人家来撒气了，混血。还好，你是乖孩子，姐不饶你今天。哎呦喂，真的，刘涛林。哎，南南你好，我刚看到您的那个微信里说，你经常就跟人家聊微信的时候，容易被人误会是吗？觉得头像不是您本人，其实我也是，因为我不只是微信，包括打电话，我特别爱用小朋友和男人的声音跟别人聊，然后我会模拟出，包括我自己模拟出一家人，然后用这一家人跟别人聊天，所以对方经常就会崩溃，而且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模仿一家人，没有，我这微信的事儿我解释一下，当时有微信的时候，升级之后我就看有那个什么叫什么。那玻璃瓶摇还是叫什么东西？摇出来什么？对对对，反正我随便摇了一个人，然后呢，他就跟我聊天，然后就跟我说半天打字嘛。后来我就语音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装什么老外啊？他说你不是明明是中国人吗？别给我装老外，就这么的。也听完我声音之后，就觉得我不是本人，不符合。摇出来的是个女生吗？对，当时是女生。那后来呢？后来没什么，他就直接给我删了，因为他说我装老外。哦。我也碰到类似的尴尬，我也就是摇，看附近的人，我也跟人，然后问你谁啊？我说我是孟非，他乖，我还黄汉呢。十四号。我觉得你普通话说的这么好，我有点尴尬。我说的好有什么尴尬的？是说不明白才尴尬。我觉得我说的都不如你啊。哎，这慢慢学普通话嘛。你老外让中国人说，好好学普通话。下一下，我有过五段的感情经历，他们都是中国的女孩。我第五个女朋友是一个北京女孩，刚正爱，我打算跟她结婚。她在乎她自己，跟在乎她朋友永远超越我。每一次吵架，我都会去找她，但有一次我没去主动的找她，我们就分手了。我感觉她当时挺冷淡的，不太在乎。虽然特别伤心，但是对一个不爱我的人，我觉得没必要再去投入了。我的理想的对象还是中国女孩，因为我外国女孩也没怎么接触过。我觉得我是北京人，像场上的小德和叶莲娜，那才是真正的老外。但是我不太喜欢特别能闹的北京妞，我一般也不会找特别喜欢外国人的女孩，因为他们一般都要不想学英语，要不想出国。我不是英文老师，我也没有什么打算离开中国。我的理想的女孩是有个性、有自己的范儿、身材火辣、性感，但是也一定要有淑女的样子。这几次的恋爱，我现在觉得我已经变得很完美了。我觉得是一个很靠谱、心很大的男人。You know you gotta take me, baby。叶莲娜是要找个老外。那你刚才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你说啊，对，我是俄罗斯的，但是我准备在中国发展，异国恋是不是问题？我不准备回国。然后你说你不想找一个外国女孩，为什么？我给你解释一下吧。这问题是为什么？因为我是从小在北京长大，我认识的外国女孩一般都是西方的习惯，但是我比较太北京了，他们一般接受不了我这个性格，是这原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外国女孩。四号，男嘉宾你好，其实你刚刚一上来我就觉得你有点像那个会说话的大猩猩，然后你特别可爱，可爱特别可爱。然后男嘉宾，我想问你喜不喜欢捏人的女孩子？就是我前男友，就是因为受不了我的捏人，然后他说你滚回杭州去吧，然后我就滚到杭州去了。哎呀，那前男友怎么那么温柔啊？我觉得一个人黏一个人，是因为是喜欢他才会黏他，你不喜欢他，你当然不会黏他了，所以我当然很能接受啊。谢谢。哎，我没有闹懂，你前男友让你滚回杭州去，是打哪儿往杭州滚呢？是老家那个男朋友，然后他说了，你滚回杭州去吧。然后我第二天打他电话，他一直关机，然后我接着我就自己滚回杭州了。真够听话的啊！好，看下一条。他就是大家的开心果，有他在的时候呢，永远不会冷场。
他就爱吃鸡肉，什么鸡冠子啊、鸡脑袋、鸡翅膀啊、鸡腿啊，他都吃。一次我跟他去超市，他拿了一大捆牙刷去结账，服务员问他你为什么买那么多牙刷？他告诉服务员我非常喜欢刷牙。服务员又问道我还以为你是外国人，他说只是我皮肤黑了一点而已。中国的白酒他都能喝，什么二锅头啊、闷倒驴啊、70度、80度他都喝得了。这脚太大了，不好买鞋，46、47号了。比较轴，拿不起，放不下，尤其是在对待感情这方面。他非常的 gentleman， 爷们儿选他，没错，没错。喂，怎么个意思？有点遗憾。我认为为什么好这人都给我灭灯的原因，是因为觉得我这人我说话我比较实在，我想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没问题。现在虽然没遇到我的 future part， 但是我对自己就很有自信，以后肯定会找到适合我的人。我想问一下四号，刚才我看你好像还挺喜欢他的，为什么什么原因把灯灭？你看他爱喝各种酒都能喝，跟你我父母是希望我找一个不离异的家庭，就男方家庭不离异。这老外的家庭离不离异和我们中国人家庭好像还是有区别的。有关系，我以后的宝宝可是他们家的孩子，要婆婆来养的。你，他婆婆不是在北京的吗？又没再婚，还一个人呢。公公，我哦，你还要公公？哎呀，你来看看他的心动女生。哦，你看看，你有人选过你当心动女生吗？没有，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个。那是那个待会儿下去再聊，这真的是第一次，就是因为没有老公公你就把人抛弃了。这好遗憾，这合适吗？这你想说点什么吗？心都碎了。我想说去台下，我想跟他聊聊，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既然他喜欢我，我也会，我觉得找男朋友找一个你喜欢的还不如找一个他喜欢你的，这样我觉得我会幸福。哎，你这是他到台上来我听到过他讲的唯一一句明白话。哎，你听这话呢，你在这儿说说就说完了就算了，你别找他的时候也这么说啊。不会不会不会，你如果下去跟人联系的时候，你也别老打听他爸的事儿，好不好？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觉得你有点缺心眼儿。你到时候你老爸在哪儿，把他找回来。不会是吧？不会，我发誓。我提醒你，要是换别人我就不说这个话了，就你我要提醒一下。不会，我在节目当中已经长大了，你不觉得我懂事很多了？一点没看出来啊。有好，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嘉宾们，三位老师，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张杰宇，我今年30岁，我是个在上海工作的台湾人。张杰宇，欢迎你。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24岁女生对张杰宇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谢谢。龚美琪。你好，13号。男嘉宾形象挺好的，但好像，毛发有些旺盛，腿毛。你往哪儿指了？遗传爸爸。14号。我觉得那个你的声音特别有磁性，就是。特别厚，然后你长得又特别阳光，挺好的。关注一下我呗。好，你赶紧多说两句，人夸你声音好听呢。对啊，我朋友都说我应该去主持那种深夜电台节目。对啊，声音特别好听，真的。就让我的声音伴你入睡吧。就是让声音伴人入睡是吧？看第一条评论。朋友都说我在讲中文的时候感觉好像很慵懒，
试着去主持深夜的电台节目，希望等一下我说的话不会让你们想要打瞌睡。我叫张杰宇，我是台湾人。自从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当英文老师。那我在上海已经住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在新西兰长大又在澳洲读书，所以就知道怎么样打理自己的生活。我是个还蛮宅的人，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待在家，不管是看书啊，或者是可能上 Wikipedia 去查一些自己不懂的资料。唯一的坚持是我很喜欢运动，那现在也到了30岁的年纪，所以不想要身材走样就是发胖。朋友都觉得我蛮会照顾人，都说我是一个服务型的男生，看到能帮的都会帮。可能在国外长大的缘故，会比较在意一些小礼节。我朋友都觉得我头发是烫出来，但其实是自然卷。大部分的女生看到我都会仔细看我眼睛，想说她是不是去烫过睫毛，还是夹了睫毛才出门。但这个也是天生的。Well, this is me. I hope you ladies like what you have heard.晴天一声霹雳啊，盼盼爆灯了，来。孟莹莹，我特别喜欢这种服务型男生，因为那个谁不喜欢？他怎么就谁才不喜欢这服务型的男人？那怎么抱的？他比你快。对呀、啊，你反应你动手慢了，你怪怨谁呢？对呀、啊，其实我也想抱的，动手。手刚拿出来，嘣，这边已经抱了。没有办法，我一般运气还是蛮好的。而且我看男嘉宾就是那个腹肌啊，其实我特别想和他一块运动健身，然后我瘦下来绝对也是女神，我感觉。对，如果喜欢运动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运动。而且我对台湾男生女生啦，印象非常好，我也特别喜欢你们这种特别 gentleman 的这种风度。谢谢。11号，你最不能接受哪种女生呢？最不能接受应该是邋遢的人吧。就这些啊？对，因为我自己，因为自己也蛮爱干净的，所以我这条符合，因为我是一个特别邋遢的人，对不起、啊。对，刚才灭灯的就是特邋遢的。对，确实这哥们声音特别好听。对，我想问一下，你在以往的感情经历当中，就是有没有女孩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声音，你喜欢上你的？有哎，曾经有人说，就是我声音像金城武的声音，所以喜欢我。但我觉得长相又不像，有什么用？那他会不会说，哎呀，声音跟金城武一样，一见面还是差一点？所以他不喜欢跟我见面，他喜欢跟我讲电话。哎，也很特殊啊。7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身边我的那个台湾朋友也蛮多的，然后我发现他们就是说话都有点嗲嗲的，然后而且就是在吵架啊，或者是生气的时候，说话声音都特温柔，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生气的时候可能就想说，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对，你可不可以来示范一下？你到底想怎么样嘛？这个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台湾人说话特别嗲，就是最生气的时候极限也就这样了。其实咱们大陆也有，我前两天到苏州去，那苏州人呢说，男人吵架就吵到最生气，就是暴怒之下已经就是不行了，到极限的一句话是，就是我们俩吵架了，他会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说，我学不像那个口音啊，那意思就是我想给你一个耳光，你看好不好？都是要商量一下，我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说，哎，我看好。看下一条片子。我曾经有过2段感情，如果要为这2段感情做个总结的话，我觉得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我的第一段感情是跟一个住在美国的小留学生，他回台湾玩2周，然后我们就认识，互相都有好感。在他第二次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要交往，要在一起。那最后我们会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人生规划不同，他打算留在美国，那我必须要回台湾继续工作。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才想到这个人，也不会再心痛。我的第二个对象是个台湾女生，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概3年左右。这段感情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我决定在上海发展，所以也是再一次因为距离，所以我们分手了。虽然现在的我事业心可能比较重，
但毕竟已经30岁，所以如果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也会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那你看到我有只小狗，所以呢，喜欢小动物跟喜欢小孩的女生也会是我心仪的对象。以前我们台上喜欢小猫小狗的女生特别多，好像喜欢程度最高的那个刚走，那个是多少号的？范恩琪啊。哎，范恩琪20号是吧？他在他们家，他有一个重要性的排位，父母排第一，狗排第二，他排第三，他老公排第四。你把这四样你做个排名，我们看一下。一定是爸妈第一啊，因为我觉得我一辈子就是爸妈对我付出太多了。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另一半，然后第三个是自己的小狗，都把自己排在最后。每个人都说自己狗都不如，太惨了。16号。首先我是一个声音控，所以您的声音很好听，这在我这里太加分了。其次呢，我非常喜欢经济适用男，我不知道为什么您给我的感觉看上去还蛮适用的，所以不知道您会不会也是一个在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温顺听话服从管理的呢？这词儿用的服从管理。我觉得我会看另外一半，然后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另外一半如果比较强势，我就温柔一点；如果另外一半需要就是比较大男人一点，我就可以大男人一些。啊，这一点跟我非常的像，那就等于您是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一个男朋友了。我觉得是。嗯，很好。看朋友采访。Ken 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在讲话的时候啊，他跟你表达的方式是非常直接的，他会让你知道他心里的感受，他不会把心里的话藏起来。Ken 老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他不会一板一眼的教我们知识，他会把一些他生活中经历的事情放到单词里来跟我们讲。深受学生的喜欢，在台湾的时候教书也是非常厉害的。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两项英语考试，一个是托福考试，还有一个是雅思考试，我们的 Ken 校长都是以100分的成绩通过的，因此在圈里面我们都管他叫英语帝。最后一个问题，小德。男嘉宾，我给你留到最后是因为二号，他一直激动的不行，就说想跟你说话。我一直向他说话。他喜欢你，而且会说。他觉得他如果要在将来在中国生活，他选择的地方就是上海。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的。真是难得。我就是想说，我感觉我非常适合你，男嘉宾，因为我也喜欢运动，我是可以说是专业的，我是自己特别喜欢，然后我最少一天跑40分钟的步，然后还有你的狗我也很喜欢。异地恋也不是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在哈尔滨，但是我明年毕业了，我准备搬到上海去，也没打算回国，也没打算回俄罗斯。我也不打算回俄罗斯，我感觉如果你愿意当一年，但是我这个女人我不是像那种中国女孩子高高的身材苗条的，我是比较丰满的身材，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种。哎，一说丰满，小德乐什么乐？乐什么乐？我比小德哈。好吧，我很喜欢你唱歌的声音，昨天唱的 My Heart Will Go On 很好听。对啊，哎，他这个挺好的，怎么都行。哎，那他不会俄罗斯了。真是难得。好，你关注啊，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上去灭掉。Good luck。四盏灯下来。觉得那个一号、二号、三号他们几个好像是好邻居，我想那个问一下，一号马上要面对和好姐妹要有感觉要 PK 一下的感觉了吗？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挺喜欢他的。你喜欢的程度和二号喜欢的程度哪个更高一些？我们不能比，看男嘉宾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好，拖上来再说吧。有请10号。有请一号、二号。
这画面太难得了，这还是你在干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有三位了啊，还有心动女生没出来，我们看看她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8号，我一看这个阵容啊，才是你觉得，不要这四位，你看，这个四款不同的风格差异是那么大，好难选，好难选是吧？好，来先看大屏幕，十项里边你选一项，我要选听友采访，好，四条辫子。Прекрас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и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и на русском, и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языках. Как человек, она просто очень душевна, вот знаете, настоящая русская душа у этой девочки. Всего самого хорошего. Я думаю, что в такой прекрасной стране, как Китай, найдется достойный тебя человек. Я уже считаю 14 лет. Я думаю, что она очень милая, очень шанлянная, очень квайхо. Она помогает людям. Это хорошая девочка, я хочу вам предложить ее. Я думаю, что Пан Пан属于典型的唐代美女。她胖得很有内容，她的身材和她的内涵成正比，男嘉宾要把她娶回家一定要 hold 得住咯。盼盼是一个大空调，冬暖夏凉，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她就像一个大冰块，冬天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火炉，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黏着她。如果男嘉宾您选择了她，你可以省很多的电费哦。以上呢，她是厨房里的白衣天使，她做出来的菜系是治愈系的。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太过善良了，她已经做了6年的义工，他可以为了慈善事业放弃掉自己的时间跟金钱。说到米娟儿，我不得不用4个字来形容她：贤妻良母。别的女孩出去旅游什么的都会带当地的工艺品、当地的特色回来，她带的全是当地的土特产。我爱的妹夫，你可有口福了哦！我们都爱米娟儿姐姐耶！就是个奇葩，他在平时上班的时候喜欢穿一全身的荧光色的衣服。当我们朋友遇到感情方面的问题呢，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开导者，可是呢他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他就是一个爱哭鬼，每次剧场喝醉酒他都是必哭的，十分的多愁善感。小米说他喜欢香港跟台湾的那种小男生，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类型才适合做他的男朋友。如果他上这个节目能够成功牵手的话，我觉得我又相信爱情啦。最后一个问题，在你们印象中，你们觉得台湾的男生是什么样的男生？我觉得台湾的男生还是很腼腆，而且比较有素质，但是有的时候给我感觉他会有一些装酷，就是耍帅那种，因为可能偶像剧太多了，看多了。我不是太喜欢就是香港跟台湾的男生，不好意思。盼盼，我喜欢他们的说话声音，而且呢比较有那种我觉得你们的绅士文化那种程度我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公平，因为我离台湾是最远的，然后我也没接触过，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啊。那如果就是你面前这台湾男生，你觉得怎么样？我感觉很好啊。最后你做决定之前，我们问问盼盼还有没有话要说。我觉得这位男嘉宾给我的几个关键词就是距离、干净、服务型。我觉得我也是个愿意为家庭、为亲友付出的一个女生。我觉得咱们都属于服务型，可以互相服务嘛。而且干净呢，我是一个干净历练的一个女生，你也会看出来。距离在我这儿绝对不是距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想和你在一起或非常喜欢你的时候，我希望咱们两个的距离不会超过1米，这点我会非常积极的做到。谢谢。好，谢谢。听完四个女生的回答之后，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坚持选择18号。有可能被拒绝，你一个人回去，另外3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想清楚告诉我们决定。直接过去牵她的手吗？国人真
说，因为他以前说他是不喜欢蒙古人种的，对，这是特例啊。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爱情海之旅》。谢谢《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其实我永远想不到我会牵手的一个台湾的男人，但是我感觉他给我带来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心一直在动。然后长得也很帅呀、啊，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目前虽然是分隔在还蛮远的地方，但我们可以先以别的方式先了解对方，然后如果他要搬来上海的话，我可以帮他找找工作啊，然后我们一起可以想说我们未来该怎么样去规划。还蛮开心的，这两个人无论从外形啊、性格爱好啊，这些都挺像的。哎，但是哈尔滨到上海坐高铁是多长时间啊？哈尔滨到上海还要坐高铁啊？一般都坐飞机是吧？对，伊莱娜，这不是问题，他俄罗斯那么大老远都来了。对，而且他上学马上要毕业了，是吧？对，还有一年呢。对，一年还。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我是陶文浩，28岁，来自广州。陶文浩，欢迎你。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24岁女生对陶文浩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9号，谢谢。我也是广州来的，第一次坐飞机的，早知道跟你一起就来了。你现在知道了，可以跟他一起回去、啊。哎，对呀、啊，现在可以一起回去嘛？啊，可以。有第一条建议。咦，你们大学今年什么时候开学啊？人家今年已经26了啦。哇，你看起来好小哦。大家好，我是陶文浩，虽然长着一张娃娃脸，看起来像个孩子，但其实我的适应性是很强的。我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区域经理，主要负责与教育厅和学校打交道。做生意有过巅峰，也跌过谷底，最惨的时候还申请了个人破产。现在我重新出发，目标是3年内有车有房，所以和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所有细节都要亲力亲为。哎，今年你刚毕业的吧？哎，有了，娃娃脸真的伤不起，有木有？虽然常被当作90后，但我可不是一个姐姐控哦。我喜欢性感的女生，看到身材丰满的女生，我会脸红心跳哦。但我并不会盯着女孩看，我会装作若无其事，看向周围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表情超级搞笑。我这个小男人还有点多动症，任何一件正常的事情轮到我做就会复杂很多。例如打羽毛球，别人就会蹦蹦跳跳，而我就像在跳舞一样。空闲的时候，偶尔会打打高尔夫，也会尝试一些极限运动，例如蹦个极。我很喜欢那一种大脑掉线、突然放空的感觉。长着娃娃脸的我，有点调皮，有点好动。你们会为我留灯吗？里面有一个细节，也是我的同事啊，我们外拍导演回来跟我说，说这哥们只要一看到女孩比较丰满啊，他走进跟前他就会接近崩溃的那种状态。有那么夸张吗？没那么夸张。你在这个问题上受过伤害还是怎么的？还好吧，就是身材好一点的话，我会心跳加速。你觉得台上谁的身材最好啊？自认为身材好的出来看一下。这就完事儿了，这个心跳已经180了。他要再待一会儿，你会怎样？我已经不行了，再待一会儿可能会晕倒了。你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毛病的？是在我们逛街嘛，跟强度逛街，然后我就看了，哎，然后我的女朋友就说，哎，你怎么突然紧张起来了？现在那时候才发现。我以为女朋友拿个手绢把鼻血擦一下。那个片子里边，你每次说到娃娃脸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老实回答我们，你觉得娃娃脸这件事情到底是给你带来的好处更多呢，或者你更享受这件事情呢，还是真的它让你有点困扰？其实男人嘛，其实被人说年轻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个其实很比较容易解决，你换一个发型就行了。就是他们那种中年男的有那种地中海的发型，然后你这边剃的半光，然后头发这样一下，马上就是40岁。那人家做不到，人家马上会说你好年轻啊、嗯。你其实也是很年轻的一个人，嗯，对吧？我都60。你也是一个娃娃脸呢、啊。那、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就是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可以留点胡子呀。那个。留点胡子吗？有试过留胡子，留起来特别像个汉奸。看看陈感情。我有3次恋爱，第一次是在念书时候，我们从好朋友慢慢变成了恋人，一起复习，一起上下课。他很喜欢四叶草，因为他听说拥有四叶草就能拥有幸福。为了他，我找四叶草找了很久，后来真的在他生日之前找到了一颗送给他。虽然后来出现了对他更好的人，因此我们分开了，但我并不怪他，一定是我做得不够好吧。我的第二个女朋友是个夜店咖，很潮，很爱玩，也很多人追。她跟很多男人都纠缠不清，我经常觉得她不是我的，而是很多人的。我并不介意我的女朋友是夜店咖，但作为男女朋友来说，我会介意她去酒吧被我的朋友看到。理想中的她呢，有时尚品味，不会介意我那些不好的小动作，性格 open 但不随便，身高在1.6米以上就最好了。我这个男同学故事又不多，还长着一张没有安全感的娃娃脸，但我绝对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谢谢。11号，你刚才 VCR 里面有提到你那些小动作是什么呀？你能解释一下吗？就是第一个 VCR 说的，我可能就是不太安分。你有去那确诊过吗？什么？你去确诊过这个多动症吗？没诊过，可是我自己就觉得自己很不安分，就是我不会宅在家。是这样，就是多动症主要是没办法那个长时间的高度集中注意力。我是小时候要吃药的，吃了那个1年多的那样子。就是他这个是不是说你觉得你很顽皮，动作多，他是会有不同表现的。哦，所以我们。就理解财神了，应该对对对，财神坐在台上，对对对，在地上找东西，现在已经好多了。对，看来上节目也有，而且那个药后来禁掉了，好像叫那个利他林，好像就买不到了，嗯。但是买到了，我现在就特别正经的，药不能停。看下一条。他财商很高，很会投资赚钱，买金买银买股票。他买就涨，我买就跌。每次过来跟大家玩的时候，都一定要穿西装。骑自行车的时候，他也要穿西装，有多奇怪啊！冯浩年轻的时候染了一头金发，追他女孩子可多了。结果现在呢，天天缠着我，让我给他介绍女朋友。台上的女嘉宾啊，你们行行好，把他收了吧。有点遗憾，我感觉那个七号和他感觉是像那个几米的画似的，两个小人在那儿牵着手那样，还对，除了霓灭灯啊，外形上挺般配的啊。对，外形感觉气质上都挺般配的，就特像那种你拍一我拍一，我们一起过家家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好吧，再见。再见。我觉得这一次失败可能是因为我的身材吧，那第一不高又不胖，给不了别人安全感，然后娃娃脸因素可能会有一点呢。我再多余说一句啊，就是如果家里小孩特别皮的话，在9岁之前最好到医院去稍微确诊一下，那样的话可以如果有好的调整方式的话，它是可以，其实对智力是有很大好处的。关于多动症，他的症状比你轻多了。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813838加女嘉宾编号发送到10666666620，或者登录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给他们留言。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可以通过百合网、真爱网、世纪家园网站，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节目最后感谢香飘飘奶茶亲情赞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收看，下期再见。今天这一场是心情非常复杂，高高低低的，然后小德又被人摁灭了，然后那个二号我终于知道他居然还能喜欢一个中国人了。我原来是不太赞同异地恋，今天我想稍微说点技巧吧。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控制好视频，因为视频会，第一你没法打光，你没法化妆，它马上会使双方对对方那个至少在那个外貌上这个兴趣会大打折扣。而且我觉得你要连续大概一个月视频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无聊。安排好至少前半年的大概其他约会的频率，以及写 email， 你现在不写信了，一定要写 email， 经常写明信片，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使你确信这是一场真的恋爱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